刀千不会，侠士多对，飘逸不装心理发慌。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成哥。刚刚我们两万 Q 币来抽这个最新的 T 车，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这个上古魔尊。已经失败了，对，没错，两万 Q 币进去了。现在呢，只抽到了这个我现在穿的这个一套衣服和我现在身上带的这个第一火这个 S 车，很坑啊。对的，还有一个永久座椅，只抽到了三个永久东西。消费券的话倒是非常夸张，竟然开出来了这个198000的消费券，也就是将近就是说1万 Q 币10万嘛，就是一。就是这个比率，就是2万 Q 币抽了200000这个消费券嘛，可以一会儿买材料，这个还可以接受。其他东西的话，说实话是太坑了，完全就不能接受啊。好了，废话不再多说了，这次我们又充了10000 Q 币。天美啊，我希望你能给我出来啊！带币具不能用了，那我们就直接用钱直接硬刚吧。说实话，玩这种低端机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性，因为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我就会把天美给他干蒙圈。先来300个盒子，300个盒子就是。100个就是1000，300个就是3000。说错了，50个就是1000的了，50个就是1000 Q 币，150个就是3000 Q 币。妈呀，妈呀，你出呀！我去，我都，哎，我就看见这种情况，我就没有兴致了。他连个永久，连个紫光都不闪，你跟我说你整的都是什么鬼？你整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又出来个座椅，虎翼天平王座。妈呀，兄弟们，24000 Q 币进去了，才出来的座椅。天美啊，你套路是越来越深，连这个什么 T2 擎天战神你都不出，你最起码把擎天战神也出来呀，对不对？一会儿 T3 出来的时候，我严重强烈的需要永久，你别给我出30000。上一次弄了个30000没把我干哭的，知道吧？直接把我干懵逼了，就给我去。还好是擎天战神来的30000，你要是给我来个上古魔尊30000，我非得杀了你天美不行。我直接开着车啊，开着我的三轮车就找到你天美总部，我就堵你楼下，就不走。我估计又得花光，我们买吧兄弟，应该买不了几次了，估计要废了，我们这次要凉凉了。我估计应该是光了，应该是光了。哎呦，光了，看到了吧，光了吧，180个，出，快点儿，最后一发，老公，妈的，废了，凉凉了，兄弟们 ，match， 兄弟们，3万 Q 币了，这东西都没出来，我的天哪，妈呀，3万 Q 币就出来个这破玩意儿，我的妈呀！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你这是什么鬼，天美？你搞的这是什么鬼？3万 Q 币你都不给出 T 车，3万 Q 币你都不给出 T 车，你看看人排行榜那些人，我刚刚都看过了，兄弟们，排行榜上面的人，人家花了20000多就出来了 T 车，妈的，你这个家伙来坑我是吧，天美？我给大家看看这月消费榜，月魅力在哪儿呢？在后面，真的，兄弟们，我看到了的，我都刚刚都看见了的，月周月。月魅力红人榜看到了吧，我们现在都第五，29900了，人家那个两万二这个大家看到了吧，这个哥们22000这个开的，人家都就全四级宝石镶金上去，改装都27、24改装5000次了，人家都抽出来了，妈的你就还不给我出，天美你还不给我出啊，哎，老公你别闹了，我才都3万 Q 币了你还不出啊，怎么又这么坑人的呀，天美老公啊，这还能做啥，兄弟们？继续刚吧！我就想对大家说一句话：抽奖有风险，充钱需谨慎啊！大家千万不要玩这个端游 QQ 飞车！哎妈呀！这简直就不是人玩的，这就是个魔鬼啊！一个 T 车你就这么坑人，3万 Q 币进去了，你连个屁都没有啊！俺不玩，兄弟们啊！继续卖肾，继续充钱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充钱。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